学习布置玉佛台，从过程体会要很谨慎。攻占游戏也借由演练玉佛，了解其中意涵。就在这里，你做好事的时候，他会出现。接受佛陀的智慧 ，OK， 拿那个佛陀的智慧跟祝福，然后祝福吉祥，就是祝福自己。这站要拼图卡片缺一不可，进而感受团体里每个人都扮演重要角色。会死板板哦，他们都很 active 啊，很主动的去参与，然后去回答，去抢答。看到那拼图那一将，他们很合作的在拼图。是静思仪啊，团体的美来自个人的配合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每个人都有私心的话，一个活动是没有办法完成的。我们学到一个叫团结，就是要全部人的配合，我们才可以做一个团体，一个很好的团体。感恩站写下祝福送给父母，玩中学玉佛知识更深刻。台视新闻车胜美之工马来西亚报道。